懲教署因應近日接連有確診市民進入唔同懲教院所探訪，咁聽日起去到今個月13日暫停在囚人士親友探訪。另外，白沙灣懲教所亦都有一個懲教人員初步確診。嗰個懲教人員因為近期接觸嘅親友確診，咁尋日接受檢測，同日夜晚初步確診，並冇不適症狀。懲教署話已經同衛生防護中心聯絡，並安排職員同在囚人士檢測，並且徹底清潔同消毒相關地方。另外，懲教署昨晚接獲衛生防護中心通知，一個確診市民曾經在上個月13日至28日期間多次到訪壁屋懲教所探訪在囚人士，探訪室設施今日會停止運作，徹底清潔同消毒。